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他要每一个人都远离罪，警醒自律，当救主降临的时候，能准备好迎接他。请我们一同起立来唱圣诗《我主上帝》。 信仰告白，同齐声来告白我们共同的信仰。
我是一切的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事情审判与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同真理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并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是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计划。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于上帝。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阿们。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站立，要一起来守望祷告。亲爱的天父，冬季的气候已经渐渐变了，我们和平教会在准备圣诞节活动的前四周里，也就是这个时候，要共同来警醒守望代降节期的来临。我们用期待和希望来体会上古先知的预言，弥赛亚即将来临，用准备与信心来效仿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用宣布与喜乐来说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带给世人喜乐，用启示与爱来显明十字架的救赎与爱的真谛。亲爱的主，我们纪念耶稣在2000多年前曾经降临人间，我们更期待在末后的日子他能第二次的降临。在这个灵修、忏悔、等待和预备的节期当中，我们要用悔改的心来反省我们是否符合主的旨意，求主重新诞生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得到更新。求主教导我们能够愿意打开心怀，预约主你再一次的降临。亲爱主，我们为世界的改革与和平来向你祷告。全球各国抗争活动爆发的频率急剧的增加，祈求主帮助世界各地的领导人能够切实的聆听百姓真实的声音，避免使用暴力，并且展开和平对话。
而示威者也能够学习甘地、马丁路德等前人非暴力运动作为榜样，用和平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为世界的安宁、平安尽上心力。主为台湾总统立委大选逐渐接近，向主恳求，主让国人能够珍惜民主，慎思明辨，替自己跟下一代做出明智的抉择。我们也为选举过程的公平、公义与平安顺利来向主祈求，并且将选举的结果交托给主，因为主你才是世界局势变化的最终主宰者。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和平教会为圣诞节庆祝活动筹划以及邀请亲友，主求你透过今年各项圣诞节活动，能够让我们和平教会的兄姐以我们的邻舍分享福音的好消息。主也为下个主日接受幼儿洗、成人洗以及转籍的兄姐祷告，借此能够坚定他们的信仰，并且愿意一同委身于和平教会，能够活出敬神爱人的见证来。再为和平教会的指挥南岩教会献上祈求，亲爱主耶稣，他们是一群和平教会出身的青年子弟，领受上主的呼召，离开我们和平教会的舒适圈，在南港科学园区为福音拓荒，现在正展开职场福音的事工。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来收割已经成熟的庄稼，求主预备道路，带领方向和机会。主，我们在为我们和平的弟兄姐妹身心灵的健康献上祈求。勤益传道的母亲关关节手术后的复原，美凤姐肝指数偏高，需要标靶治疗。社区长辈俊宏兄在血癌治疗中。主啊，他们需要主更多的恩典在他们当中，赏赐力量，不担心害怕，并且能够将重担交托给主。宜真牧师、祖敏牧师在手术后的复原当中，在他们还是和平学青的时代时，你就呼召他们成为一名牧者。虽然目前他们都遭遇疾病的挑战，但我们相信主让他们经历这些患难，是要让他们在康复之后更有能力去牧养同样遭遇疾病患难的弟兄姐妹。国才兄玉慧姐的妈妈患征明月姐，雪珠姐的先生刘德征兄，他们习了世上的劳苦，安息主怀。求圣灵亲自安慰家人的伤痛，并后续治伤事宜能够平安顺利。亲爱主耶稣，谢谢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今天亲自来带领我们一起敬拜。愿主透过牧师的讲道来喂养更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主里可以更加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一起领受圣灵的带领，更深的认识主。如此的祈求感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起应文，
我们的上帝说，你们要安慰我的子民，要安慰他们，要鼓励耶路撒冷的人民，告诉他们他们的苦难已经够了，他们的罪已蒙赦，已蒙宽赦，我已经赦免惩罚了他们的罪。有一个声音喊说，要在荒野为上主预备道路，要在沙漠为我们的上帝开辟大道，每一个山谷都要填满，大山山上都要上帝，高低不平之地要成为平坦，崎岖的地面要成为平原。那时候上主的荣耀要显示出来，全人类都要看见上主这样宣布了。有一个声音喊说，去报消息，我们报什么消息？要宣布人人都像草芥一般，他们的美丽像野地的花。上主吹起一阵风，草就不干，花就凋谢，人跟花草没有两样，草会枯萎，花会凋谢，但是我们上帝的话永不改变。耶路撒冷啊，要登高山报好消息，西安啊，要大声呼喊报好消息，要大声喊叫，不要害怕，告诉犹大的大小村镇，他们的上帝就要来了，至高的上主要带着权柄来临，他要用权能治理天下，他要赏赐他们，他要拯救他们，他要向牧人牧养羊群，他要举起小羊把他们抱在怀里，他要慈祥地带领牧羊。以上，今天我们请赵涵杰姐妹来献乐，亲爱主牵我手。
通读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八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以赛亚先知书上记着：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为你预备道路。在旷野有声音呼喊着：预备主的道，修筑他的路。照这话，施洗约翰来到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前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和野蜜。他先讲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以上，我们请牧师点燃代降节的蜡烛。弟兄姐妹平安。在讲道之前，我们要来点燃代降节的第二根蜡烛。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二主日，代降节是准备预备心来迎接耶稣基督的来临。让我们记住，上帝曾应许要差遣弥赛亚来到世上救赎世人，他道成肉身，是世界的救主。我们点燃第二根代降节的蜡烛，代表准备跟信心。他使我们如同约翰为耶稣来预备道路，我们应该预备心迎接救主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在讲道之前再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代降节的蜡烛的点燃，也点燃我们心中那份的明亮跟渴望。主，帮助我们在今天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耶稣基督降临的好消息，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圣诞节一个礼拜就快要到了，今天已经是代降节的第二个礼拜。不知道大家，你在今年的圣诞节你预备好了吗？或是说开始怎么样的预备？大家今天在这里坐，会不会觉得那个桌椅特别的干净？因为昨天教会有好些的弟兄姐妹把在我们礼拜堂里面的每一张的椅子都擦过，在那擦的过程中也是一种预备。或是今天下午也有圣诞节的活动的 rehearsal，在一样一样的事情中都邀请我们在预备今年的圣诞节。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邀请我们每一位兄姐也想想，在教会一连串的活动里我们可以参与在哪里，透过这些活动帮助我们来预备自己，也更能够体会这圣诞节主耶稣降生的意义。今天牧师要透过马可福音的开始这段经文，跟我们大家一起来预备新的准备。马可福音的作者在一开始他就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清楚地说明这本福音书一开始所表达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要使世间人听到的福音好消息。这段经文从这里的开始，那他开始这个起头又是什么？换句话说，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讲起这个福音的起头，有的用很具象的圣诞节的那样的图像，但马可好像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马可福音书里面，如果我们说那个圣诞节是什么，或者说那个福音的起头是什么，他怎么来说呢？在马可福音里面，在这当中，我们好像没有看见一开始讲到那个天使然后来报佳音，对在沉睡中的约瑟或是对玛利亚来显现，他没有说到这些。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没有提到那个在旷野有牧羊人听见天使报佳音的消息，也更没有听见那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带着礼物要来朝见耶稣。马可福音的作者并没有提到这些我们好像在传统那个圣诞卡里面所看到的景象，这些都没有。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不知道这些故事吗？还是马可福音的作者用其他的角度？当然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开始，在这个开始主角要进来之前都有一些的预备。马可福音的作者选择了一个不是我们在平常圣诞节里所熟悉的这样的角色，成为传报这福音好消息的使者。那个人他选择施洗的约翰作为开始，这是马可福音关于福音起头的版本。牧师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想将刚刚我们国光长老所读的这段经文用一些图像让我们一起去思想，到底马可福音的作者他讲的福音的起头他怎么说，帮助我们怎么样去预备自己。今天牧师尝试要用比较图像的方法，有可能跟以前大学学建筑有关，所以就请大家跟着我，好像那个电影的情节一起来看，来进入这样的一段经文里。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是我在放一个电影的开始，会看见在有一只鸟，有黑黑 的翅膀，眼睛大大的，站在城墙上，它看着 墙下的人，人来人往，然后它张开翅膀飞下去。那是一个耶路撒冷很热闹的街道，人来来往往，许多人在做生意，喧哗讨价还价，卖着粮食，卖着食物，卖着碗盘工具衣服，有人牵着牛羊，还有长长胡须的拉比在中间祷告。这时几个小孩看见这只鸟，然后就追着它，那只鸟就飞上去，往上一伸，镜头往上看，这只鸟飞到耶路撒冷的上面，看见在这上面远远的是这个城墙，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远远的地方那是圣殿，冒烟的地方是在那里有祭司，有利未人在那里烧献祭。或许在当中还可以配上一些经文的声音。接着镜头往上看，这只鸟继续往上飞，飞向一个云白云天空的上面。这只鸟叫了几声，好像在那里突然镜头一转，已经没有看见那个耶路撒冷的地方，那是在一个旷野，在一个风沙很多的地方，听见风声，那是小鸟慢慢的降下来。远远在这个旷野里面有一群的人的身影从远方慢慢的走过来，走进了一个约旦河的河边。如果静静看这些人，他们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心中镜前面貌哀伤，镜头再一转，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那约旦河的门口的河边，从背面看见他，镜头从下面往上带，从那个水深看见他的脚，那个强壮的脚
看见穿着皮毛的衣服，看见腰带，看见那粗壮好像做过工的这样的个手臂、头发、胡须。一个人用坚决的声音对大家说：你们要悔改，预备你们的心。各位，这是上帝的使者，在约旦河边的施洗约翰。我在想，如果我们也在那人群的里面当中，多少有一些是像那看热闹的人，或许心中会想，上帝的使者都要长得这么奇怪吗？上帝的使者都要这样，会说出那让人惊讶的话，外形跟别人不一样吗？或许这种奇怪的言语跟造型，在我们以前的经验里也多多少少有些看过。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还记得我高中刚来台北读高中的时候，路过台北车站，每天通勤坐火车的时候，经过台北车站到大雅百货那个路的那个天桥，现在科批已经把它拆掉了。我在那桥上有时候会看见身穿白色的衣服，拿着一个红色白底红字 的招牌，在那里走着，穿着白色背心，红红的大的字的，上面写着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每次当我走过那里的时候，心中都有一份的敬畏，但是没有停下来，就这样走过去。又知道他们在传讲在圣经中这个天国近、末日近的讯息，为着他们来祷告。因为那一种传福音的心智，他们好像先知，在那人来人往的路上在那里说。但或许会不会有些人因着这样就不想走过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不想听见末日近了要悔改这样的信息，他们宁愿走一点，走远一点，绕过天桥，不要去面对面看见这样的信息。但是这位我们刚刚所看见的打扮奇怪的施洗约翰，跟他们最大的不同，他选择不是在那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不在那忠孝台北车站前面的那个天桥上，不在西门町，不在士林夜市，不在信义的华纳威秀的那个广场前，他在旷野，在那个什么都没有的旷野。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愿意走到旷野里，到那里主动到旷野里去亲近他？大家你有想过是为什么吗？在那个耶路撒冷城里，不是有拉比，有经学师、拉比、文士、律法的教导？在那耶路撒冷不是有立位人跟祭司的献祭？在这个旷野，在个什么好像都没有的，是什么？是在这里约翰有什么？是在耶路撒冷城里或圣殿里面所没有的东西呢？他到底有什么使人愿意来这里旷野中找到他？这个约翰有什么？他装扮穿着骆驼的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他是如同在犹太人历史里所传说800年前那个以利亚的形象。大家传着说，这应验了在另外一个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当弥赛亚救主要来之前，有人会在旷野里预备主的道路，说这样的事。所以大家看他是上帝的使者，而这个使者只传讲一句话，每次都重复说，说什么？说有一个人以后，在我以后来的能力要比我更大，这是他所知道的。这个所谓上帝的使者，奇怪的人，虽然他不知道其他的细节，他不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他不知道再来的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但他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这整个旧的世界要因着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世主来要改变。看啊，有一个新的世界不再坐在这里要改变了，而这个新的世界不是用原本旧的宗教里面那些东西重新再安排，这个新的世界不在圣殿中，不在那些宗教的礼仪的里面，他要跟大家讲，有一个人要来了，我们不只要等候，我们还要预备心。这是约翰他所传讲的。而这个约翰他还有什么？他提供了一种的洗礼，或许这是他的想法，用水来洗，成为一个象征，象征人来到他的面前能够洗干净，代表悔改，代表预备心的一个行动。这个洗礼在当时也不像我们现在成为教会中的一种的规定，因为在当时犹太人是没有在洗礼的，因为他们每个男生当出生不久的时候就行割礼，这是他们跟上帝的记号。唯有当外邦人他们要归顺成为犹太相信上帝的人的时候，他们有洗礼。但或许约翰也学了一些，受到当时其他一些相关的影响，因为圣经的考古学家发现，在死海附近的旷野的山洞里面住着一群称为昆兰社群的一些的宗教的人，他们是每一天用水来洗礼，代表洁净。是的，每一天用水来洗，代表洁净。但这位被称罪施洗约翰的人，人家说他的洗礼只要洗一次就好，而且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洗。妇女可以来洗吗？是的，妇女可以来洗。你看上面有妇女，这些妇女在传统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没有办法进到圣殿的内殿去敬拜神，男女有分别，只有男生能够进到圣殿的内殿。但是在这约旦河边，男生跟女生是一样的，都可以来。那些心中觉得有犯罪的人可以来吗？可以，因为罪人更需要悔改受洁净。那些因着身体上的疾病，像麻风、大麻风其他的，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圣殿的可以来吗？他们也可以。他们那些长大麻风的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有机会能够走进圣殿，在那里来敬拜神，他们也都可以来到这里来接受洗礼。这位施洗约翰，他跨过那些将许多人阻隔在这份信仰的围墙边缘的这些的限制，他都打破了。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叫所有的人都醒悟过来，叫大家告诉大家不要再睡了，醒过来，要预备，因为有新的上帝正在我们当中做新的事情，要预备。各位，这不就是预备心的意义吗？悔改来亲近神，是预备让我们的心更加敏锐，能够留意在我们周围有些事情，新的事情在那里。约翰所传讲的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就从这里传开了，从一个传扬一个悔改预备心的使者，传讲这悔改的信息，从这洗礼所代表的洁净的行动来开始。而这福音的好消息是要给每一位的，没有分别，要给每一位听见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里，虽然我们离施洗约翰的时代已经过了2000年，但牧师要问我们大家，
你是否同意在我们的世代里面仍然需要听见这福音的好消息？所以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许多科技进步发展，是约翰那个时代所没有的，但你是否同意这个世界仍然需要一种让人的心能够改变，让这个世界更加变好的一种力量，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是的，这个世代依然需要这样一个福音的好消息，但同时我们要问，在这个世代里面，那传好消息的使者在哪里？不就是在我们这里听见知道这耶稣基督福音好消息的每一位？假如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将成为福音的好消息。但这位当年传讲福音好消息的施洗约翰跟我们最大的不同，他跟我们的不同不是在于好像那个外貌或是那些服装上的不同，他跟我们不同是他不在这个圣殿或所谓的宗教信仰的中心，他在旷野。而更讽刺的是，在当时那些没有走出这个宗教的中心，以为在这里就是我们敬拜的中心的人，没有去到那个旷野，没有在那里，是没有办法听到的。只有那一些愿意进到旷野，没有耶路撒冷城的商业买卖，甚至是宗教献祭的行为，那些喧哗的声音里走进旷野，在那个好像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走进旷野，在那里单独自己面对内心境况的时候，才有机会听见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关于这个新的世界，救世主将要来的好消息，关于自由跟拯救的好消息。我在想，如果我们真的要成为这个世代传讲福音好消息的使者，那不只仅在这个教会当中庆祝圣诞节而已，各位，哪里会是我们的旷野呢？哪里会是我们需要传讲的旷野？旷野对这个世代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旷野是一个象征，可能有不同的面向来理解。那个旷野或许是一个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去分享福音，就像在教会里很自然地谈起耶稣基督，但可能旷野那个地方不是那么容易。那个地方是旷野，但那里却是需要有人需要听见这个福音。那个旷野好像一开始会看见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但是在那个什么都没有地方，假如我们愿意看，假如我们愿意聆听，会看见会听见一个一个心中藏着一个个心灵中渴慕遇见真理、渴慕得到自由拯救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周围有这样的旷野吗？在你的家庭里面，可能我们一些的弟兄姐妹也在家里开始布置圣诞节的布置，但在那些装饰的之外，你家庭里面有旷野吗？会不会还是有一些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他们的心中有一种渴望，在那心灵的旷野里，你有听见他们吗？或许在我们的社区邻里里面有像这样的旷野吗？我们是否也开始预备思想，我们可以邀请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人，有没有机会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分享这福音的好消息？当牧师说起这的时候，是否让你想起你周围一些人的身影？不要泯灭圣灵的感动，那可能是上帝要派给你进到那个旷野中来邀请他们。他们可能是
你在同一个社区里常常搭电梯聊上几句的人，或你隐约知道他们家里有一些的事情需要人关心的人，也或许可能在我们当中的同学，可能是已经大四快要毕业的，今年可能是你最后一年跟你的同学在大学里面还有机会过圣诞节，或许在社区里，还是你曾经在咖啡馆里跟朋友聊天，你知道他心中那个干渴，那是旷野，那从也信仰的眼光看，当他所讲起的那些难处困难，你真知道那个难处是除了从福音以外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他内心的干渴。各位，哪里是你生命中看到的旷野？怎么样成为一个在今年最后一个月里面，我们还有机会来邀请分享，让他们听见这福音的好消息？老实说，关于邀请之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真不知道。因为当让人听懂、听进去，并愿意相信福音，是圣灵在他们心中来动工。但施洗约翰就像我们一样，他在旷野那个地方，他讲他知道的，但他也说，以后有一位将来的，我现在用水为你们施洗一个行动，将来有圣灵在那当中，那位更大来的要用圣灵为大家来设施洗。是圣灵在当中动工，但我们能做的就是为主预备道路，为他们祷告，有时需要勇敢地走出一步邀请。你没有邀请，你不知道到底他心中圣灵怎么样来动工。求神保守，让我们有好机会，找到好的机会邀请，有机会来传讲。亲爱弟兄姐妹，这样的旷野有可能要催逼着我们离开原本我们熟悉的地方，离开我们所习惯的生活的模式。因为福音这个好消息一直一直都是主动的超越边界，跨越边界，跨越那些拦阻的樊篱。正因为福音是这样不断的跨越边界，甚至我们说的翻墙，我们才有机会领受这个福音，不是吗？或许在我们当中也有人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当中也有些人是已经很久没有来到教会，但再一次走进教会的这些人，牧师也邀请，也诚挚的欢迎你们。在代降节到圣诞节这样的一个节期中，能够一起跟我们大家一起思索探寻耶稣基督诞生与你人生的意义。因为这个耶稣诞生的好消息不仅仅只跟基督徒有关，因为它真是世界人类历史中一件伟大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它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最后，我要大家再次注来看这一个点亮在我们前面的蜡烛，你是否同意这两根被点燃的代降节的蜡烛点在教会里，真的只是一种象征跟提醒？因为真正需要被点燃的、被光照亮的，是在教会以外有许多的地方，他们需要被点亮。那些地方都是在教会的外面。各位，还有许多需要福音进到心中被点亮的人心，那些都是在教会外面。让我们想象，再来这段时间，我们除了在教会圣诞节里面预备活动，欢欣的庆祝，让我们预备心，也用祷告跟关心来邀请这段时间里
我们预备心，看有什么样的身影，看见什么样的旷野，看见怎么样干渴的人的心灵，是我们可以在今年圣诞节成为福音的使者，与人分享的。邀请小朋友来参加12月21的活动，邀请青藏剧喜欢音乐的朋友一起来参加圣诞节的这样的活动，邀请社区的长辈来参加下礼拜的活动。愿圣灵保守带领教会，我们当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也像这待降节的蜡烛，在我们所在的一个一个教会以外旷野的地方点燃这样的蜡烛，让我们不只等候期待圣诞节，我们预备，我们做好准备。你可愿意成为福音的使者吗？愿意与神成为同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在这里要预备我们的心，迎接主耶稣诞生的好消息。求主你点燃我们内心的眼光，点燃我们内心的渴望，让我们看见真正需要这福音的，在台湾这块土地中还有好多好多的旷野。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盏一盏待降节的蜡烛的灯光，一次一次邀请跟带导，让我们预备心，预备好我们自己，来分享这福音的好消息。这是我们衷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请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请来以马内利，我们来唱1、2、3、4、7。Thank you.
依然站立，我们用这一首全程奉献我全身，再次表明在主面前全人全心的奉献。耶稣是世界的救主，我们点燃第二根蜡烛代表准备信心，他是我们如同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所以我们也应准备心迎接救主进入我们的心中。第二项，圣诞节跟跨年的活动在12月14号开始，下午有圣诞节庆祝舞会，15号就是主日有联合礼拜圣礼典，在21号星期六，下午有和平同来欢庆圣诞节，在21号，晚上的9:30有我们社区报佳音，22号主日上午有圣诞节的联合礼拜清唱剧。那最后，12月31号晚上10点，有2019年度的跨年半宵祷告会，欢迎弟兄姐妹预备时间来参加。近期的活动消息，第三项。本会所长期关心的宣教师邓开湖牧师，在台服务25年，预计在本主日的下午2:30，在本会一楼举行欢送分享会，欢迎兄姐参加，并为邓牧师全家祝福跟代祷。圣诞节庆祝舞会的彩排在今天下午1:45就在我们三楼的礼拜堂，来彩排。参加的小组团契，请准时参加。和平社区学院，绘画班的张树春老师的个展，从这个月1号到31号，每日下午1:00到4:30，在约翰馆展出。在12月15号的时候有感恩茶会，欢迎有兴趣绘画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第四项有一项重要的，就是2020年度的乐活读经手册已经出炉了，欢迎兄姐等一下聚会礼拜完后到一楼的招待处，可以领取我们新一个年度的乐活读经手册，
欢迎加入全教会的读经进度，一同在灵命上成长。第五项，儿青部的消息，从这个月一号开始，在7楼7F06教室设置有教会设置有客服时间，鼓励我们教会的儿童青少年在主日下午一起在教会读书。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有安排大专青年来协助课业的辅导。第六项，会有的消息，国才兄玉慧姐的妈妈焕珍明叶姐要在12月19号10:30举行公祭，欲参加的兄姐请向办公室登记以便安排，并为家属代祷。雪珠姐的先生刘德珍兄在12月6号安息主怀，请为家属代祷。以上，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可以起立，让我们一起欢迎，为你鼓掌。有没有？可能没有哈，好，没有关系。好，以上我们一起来唱祝福差遣的诗，400首，愿主的爱与你同在。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这里出去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万民的祝福，从这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